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来帮图片呢加上一些说明哦。有时现在可能看这个照片，你可以回想起来，但是久了以后，如果很多种照片合在一起，也许你就忘了哦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给它做了一些呢，描述。那怎么来做？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停在这一张，那这一张呢，这边有没有一个叫字幕设定哦？然后我们这里哦，可以来做一些调整，比如说。我这边把它调成，我们这边，看看比较常用的字型好了，郑恺，好，教育部的楷书好了哈。好，那因为是这种投影片秀的，所以字不要太小。好，可以设呢56好了哦。好，你看这边就变大给你看，好，按确定。好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字啊，所以这边没有出来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希望这个字呢产生的是红色字，好，好的。用这个红色字好了哈，产生这红色字，好，按确定，然后，边边呢，字的边边好，比如说用一点黄的，有点黄的效果好了，哦，这个黄的效果哈，好，确定，好，然后那我们这边字幕的设定，这边是打字，可是字太小，我们可以点一下这里，好，这边是不是就可以呢方便你打的哈？比如说呢，我就打一个。所谓顺便一下调整一下那个输入法齁，好，老师习惯用大意，所以我调整成大意齁。好，那我看看这边能不能打出字来。好，比如说呢，我就打毕业旅哦，我就打毕业旅行，重来一遍哈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就打毕业旅行之一，毕业旅行之一好了哈。好，我就把复制起来哈，因为待会可能还会用到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缩小好了。各位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毕业旅行之一的，然后呢，如果觉得它不够大，你可以再改再等哈，这边做一些调整，比如说我把它改成64好了。确定哈，大一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哈，看下方这里哈，这边有一个呢字的位置，它现在是摆在中间，那我希望呢可以把它摆在什么上方啊？有没有毕业旅行之一啊？上方哦，像这样哦的一个模式，那像这一张好的，我们预览看看，哦，是不是真的有出现哈？我们就这一张来预览看看。毕业旅行之一，然后看第二章的时候没有，因为我们第二章还没有打嘛。好，我先按暂停。